接下来写千字文的接下来的篇章哈，它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再来是忠则尽命。那这个忠的写法呢，原则上这里是正中了哈，从这里绕一下下下来，往右上写按下来以后往左边写，然后从这里封口回收回来，然后从中间下来，然后有一点点悬针也可以，或者是不悬针都可以啊，那就不能太明显的这个笔画动作，从这里过来回收点，然后从这里下来，对不对？有一点点斜度，再平的，再按，再从这里往左边出去，笔忽按着左边出去，笔尖出去哦，从这里过来上去，点右上，回来，回来，回带，哦，回带，中，折，折呢，往往就是一个背一个刀，然后比较左边一点啊，这个比较宽一点点，往上再切按下来，变成这样，对不对？回收，一横往右上，二横平行，三横一样平行，然后从这里出来，撇，点，回收回来，好，然后呢，一竖点很像。竖画又很像点啊，上去，这样下来一个刀往上切，往前往后一点点这样过来，对不对？这样啊，然后从这里再挑上来，变成出去了啊。忠则尽命，尽的写法啊，类似疏跟尽跟玉啊，这样下来上去按下来，然后从这里重往右上。然后慢慢再过来按中，再来回笔一画，在这里中间下来，然后呢，因为它近了，是多一横，然后你下面有四点啊，轻轻的画上右上写，然后呢一点、两点、三点啊，其实可以点三个，然后出去就好，往右上斜上去，节省空间哈，然后才从这里。下来，下来，下来，往右上接近了以后按下来，按这个角度要轻轻的来，一定要有个角度，这样过来下，撇下来，然后呢，从这里往左边、往右边、往上提，按下来，回收回来，撑起来，把它捧上来的感觉，啊，这是进。那进比较容易发生问题的，就是这里、会太长，这里不能太长啊、好，再来进命，命呢，第一画是撇啊，这个撇长撇，从这里上去长，往右边、往左边轻轻带，往上面慢慢起来，笔到力到、好，从这里往上再往下按重，往旁边出去，好，让它。可能在幅度上稍微小，左边的撇，那让它稍微有个落差，不能排排站刚好平放出来就不好看。好，从这里往上提，按下来，然后这样过来。你看这个按呐、不一定很利，不一定很硬，就有一点稍微圆润。好，往从中间往右上斜，好下来以后，再往。左边勾上去，好，这一画我们可以画悬针画，好下来中间，然后慢慢的下来放比例放出去，好这样，好，忠则尽命，好，好，这个命啊命啊，这因为稍微有这个墨稍多，会稍微晕了哈，好，因为按太久了以后啊，它自然而然会把它晕了哈。所以要特别小心。好，林深李渊，林的写法啊，从这里先一横画往右上写，然后从这里再下来，往有一点点弧度，就是对象的啊，从这里一竖，但是很像一点哈、下来按，这样子封口起来，再一点，然后从这里捧上来，
好，然后呢，一点右上，然后从这里横画右上，然后呢，一个口稍宽一点点，然后往下写，然后这个小一点，窄一点，哈、哦，上去，啊、哦，下来，哦，让它右边稍长一点点，下往右上按下来，然后呢，过来，然后封起来，这样看起来就会好一点哈、哦。好，中则静命临深里渊，深呢第一点点在这里，第二点点在这里，第三点下来往上面上去，然后呢这样过来哦，这样过来以后往右上写变成这样按出去哦，然后这样过来，这样过来啊、哦，然后呢这横画从左到右往右上写，然后从这里下来，纵往旁边出去勾起来，然后从这里出来，然后可以一长点点过来，画过来啊。啊，临深里渊，里呢，里呢是一个湿哈、啊，这样过来对不对？从这里从左出去，然后他把它写成这样可以了哈、啊，这样过来，好、啊，然后呢一个复的。右手边这样过来，往上提下来，上去，然后呢，横画，再往右上，这样下来，这样往右上，再往下面，往旁边出去，上往下，再往旁边纵出去，不一定要一直往下哈、啊。好，渊渊的李伯伯的写法呢是草字头，草字头从这里下来。那这画下来不一定要很方哈、哦，这样过来，这样对不对？好，然后呢，它这个比较特殊，是这样草字头先写，再来写水部，这样过来有点行书的笔法。好，然后呢，一个砖啊，这个砖的写法是从左到右，然后这样下来，靠近左边来，往上提，切下来，横画平行，再来直画下来。这样对不对？然后从左到右平行了，纵往右边长一点点下，从这里下，然后有一点点的像是勾起来，点回收、哦、然后你不要忘记，可能这边因为它是薄嘛，这边有一点点一点好、哦、薄。再来呢，树心温清树。竖呢，就是很像风的写法哦。看一下，从这里转一下下，然后出来，哦，出来以后从左到右，哦，然后按下来，往内一点点，往外出去，这样对不对？然后从这里过来，往上往旁边出，往内一点点，好。然后呢，一横，然后从这里下来一个细，这样过来，点在这里啊。竖心啊，这个心的写法呢，啊，我们就写这样的哈，一竖两竖，然后呢，这样过来，上去下来，上，然后呢一，然后口的一半啊，然后从这里过来下来，一二。从左到右按中，慢慢往右上写出去，哦，然后呢，你可以啊，撇两撇，一个撇，再一个点，哦，这样过来，对不对？从里面往外嘛，然后再点下来，回收回来，好。温清，温的写法，温的写法呢是水字部，第一点点在这里，第二点点在这里，第三点下来，好，上去。从这里下，往上提按，一横回收，二横分空口，往右上按下来，哦，有一个弧斜度下，下来，从左到右往右上，这到这里对不对？往按重，慢慢从上面按下来回收，这样看起来会比较顺一点哈、哦。好。温清，那个这个清的写法呢，三点，
一样是水部这样过来下，哈、哦，往上提，从这里往右边写下来，下来的写法，好、哦，然后从这里过来平行它，再从这里往右上平行，再长一点点，哦，这是主画哦，上回收回来，哦，然后从这里下来往前，就是往左边再往上面提按下来，往后再往前按。按勾起来，一、二，这样子啊，竖心温清。好，再来呢，四来私心，四呢一个人字部，这个撇一定要会写啊、哦，这样过来，一竖下来回缩，然后呢，这个乙这边呢写到靠到左边来，点出去，然后这里可以稍离开。往上再往下按重点在这里是好蓝呢蓝就是草字头下来从左到右画过来以后从这里接到这里来往上上往下出来从左下来回收从这里到右上下来然后这样过来上去从这里往内再往外再往上提按下来往后再往前这样勾起来然后一二然后这个吊上去一点点不能太低哦这样下来对不对然后呢普通是两点但是这个书法上写一横比较多、哦、然后从中间往下写然后不能写太长这样过来就好点在这里、哦、上去再下来回收哦，这是蓝。啊，蓝呢？这个地方我们按下去的时候要稍微往前、往后带，往下。好，是蓝丝心。这个丝呢，从这里一个起上去、下来两竖，哦，是窄一点，这样过来，这样过来，然后从左到右这样过来，对不对？有一点右上翘啊，这样过来，这样撇点，然后呢，写到这个金就比较。需要拉宽一点点啊、哦，左到右往下往右边写重下来，然后从这里下，好，这样有点这个悬针，好，再来呢新的写法，从这里过来，从这里下，哦，下来以后从左到右这样过来，然后呢下来，封口起来点。好，然后从这里有一点点蓝叶皮往外，然后从这里竖上去下来，这样过来往右边，这样过来往下往旁边出去，好，再来写一个香，啊，这个香呢，可能不能写太宽，有的人会因为它这个很宽就把它写宽，其实不必要啊，直的下来往旁边带，然后点就可以了。从这里下来，那这里下来呢？可能我们就是写稍长写啊，稍长往下，往下，然后从这里横画出去，然后封口起来，变成这样哈、啊。好，诗心如松之盛，四然诗心素先温清，四然诗心，再来是。如松之盛，这个如也是一个麻烦，就是说，可能这个女要写稍宽，但是呢，又怕影响到左边的右边的口，所以呢，有时候蛮两难的。这样过来，对不对？出去，从这里往右边写，然后呢，这个口从左往这边下面带下来，上去往右上按了以后，有一点点弧度，这样过来，然后封口起来，回缩稍微拉长一点点。如松啊、松木字旁从这里过来从上而下弯过一点点然后从这里出去点然后呢一个撇从这里撇往外再点回收回来对不对然后呢一个弓这样过来对不对然后从上不能写太
这个弓不能斜太长，再扁一点点哈、哦，好，就是横一点点往外哈、哦。如松之的写法呢，大概这一点呢、啊，点呢、啊、是点在中间没有错，但是呢，离开这个要稍微远一点点，让它字啊本来就是扁，但是呢，因为它这样绵延啊，这个点再加上这个，让它稍长一点点，不能太扁，往下按，往旁边出去。撞出去哦，好，这样，好，之胜，胜的写法哈，胜要写结实一点点，从这里往左边往内，再往外往上提，然后呢，这样过来，这个画一个层也可以从上而下这样过来按下来，哦，下来以后，一、二。好、哦，再往上捧起来，回收回来，回收回来以后，从上从左往右边写下，对不对？然后呢，这样上去一点点就好了。然后从这里下画上面一点下，有一点点弧度哦。哦，然后点在这里。哦，如松之胜。好，川流不息，川从左。到一点点斜这样子啊，直啊，然后从这里有一点点的往内再往外的斜下来的斜法哦、啊，就是有点悬针了 啊。好，然后呢，流第一点点在这里，第二点点在这里，第三点点在这里，好、啊、上去，然后我要一点从左到右按中，然后从这里可以短一点哦、啊，这样子点。然后呢，第一画往外画，第二画中间，第三画靠平行往外出去斜下回缩回来哈、啊，穿流不喜不按下去往右上斜按重上去回缩，然后呢从这里过来，从这里弯一下下，然后画转正又画到中间来回缩回来。出去点回收，哦，好，习怎么写呢？习啊是一个自己的字，然后从这里撇以后，从这里转一个弯下来，站直，从上面下来按下来，回收，一横平行，二横更平行，好，从这里从外面才封口进来，然后从这里下来重。点对不对？从这里一个心跟那个中有点类似平行，然后从这里上去，然后从这里里面出来，再往右边按重回缩回来啊，川流不息。好，鸳成取应，鸳呢、啊，鸳的写法比较难写，因为形数比例很重。我们来试试看，一、二。三上去对不对？从这里过来一定是跑不掉。然后呢，然后从这里过来，这样过来，然后从这里过来，然后呢往上提，往内再往外出去，对不对？然后再一横，一横以后从这里过来，然后再下来，然后再一横，然后这一画是最后一画，稍长一点点下来，这样就 OK 了啊。这边呢、啊、有时候不好写。好，成呢点水一点点，第二点点在这里，第三点上去，然后从这里过来，往右下往左斜，这样对不对？点在这里，然后从这里下来，再从这里过来，然后从上而下，从左到右往下往旁边出去。如果你光横的出去的话，会太宽啊。如果你光从下也不对。所以呢，从下又往右边写，然后在这里口稍扁下来，对不对？封口起来，平回缩，从这里点，然后从这里从外在内，外在内，然后呢从这里左到右过来，对不对？往右下上面按下来，回缩回来，好，鸳成。取应取呢，从这里、哦、他把它有的字啊会把它画长，
然后这样画平行，这样画再平行，然后稍微回收一、二，有平又有斜，然后再过来，这样过来有没有？然后从这里过来，然后再从这里往下，你可以画出去，用这个蜡画出去，也可以用点的。好，取印，印呢这个日啊要写窄一点哦，往下。哦，点从这里过来，往右上斜，然后呢，一个短，一个点，然后再一个撇下来，这样对不对？然后呢，从左到右横画，然后再下来，下来以后往右上斜，哦，然后呢，右上斜这样斜过来，从左到右一定要从左右画过去，这样对不对？往右上斜上去，出去长一点点，有没有？然后呢，从这里下来，站直的再弯过来，好，然后呢，从这里长一点点点，把它撑住，要不然这个太长会不好看，或者太孤单，或者是偏了。从这里长一点点，有没有？这样就好看啊。所以呢，有时候字啊，有时候看角度，因为它这个长，你这如果画短的话，这个变成很孤兀、很孤独的感觉啊，孤单哈。好，这个我们写完了这一单元哈。好，这个是楷书，那你说这个体什么体？这个体啊，就是我参与这个智勇的所谓的关中本加上墨迹本的综合哈。所以你要说单一个什么体，哎，很难讲哈。但是就是要笔法对了，把结构写稳了，就比较没有问题。至于什么体，你们自己去体会了，对不对？好，卡庚子秋月，好，五。真啊，书也可以了哈。好，大概就是这样了。忠者尽命啊，林深李约李伯，树兴温清，四懒私心。如松之盛，川流不息，渊成曲应。楷书千字文结束，庚子秋月无起真书。啊，这是我们写的千字文的另外一个篇章。大家，不妨参照看看啊。